凯旋家属。医生，我的孩子。你是？我是他妈妈。凯旋这症状有点严重哦。凯旋患有合并自闭症类群障碍症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。什么意思啊？简单来说，他的幽默感和人际关系相对比较薄弱，目前医学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决。凯旋妈妈，面对这种事情，我们就是一起努力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都可以欢迎来找我。老师呢，在这边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我们班呢这学期会有一位新同学，而这位同学他有一点特别，他的名字叫陈凯勋。凯勋他呢从小就患有重度自闭症加过动症。详细的状况老师也跟大家一样没有很清楚，目前只知道他没有办法正常的表达语言。同学们你们好，我是凯勋的妈妈。凯勋他有的时候会突然奔跑，然后也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凯勋，陈凯勋，不好意思，凯勋好，你冷静一点。老师不好意思，非常遗憾，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你的脑癌细胞正在逐渐扩张，病情也越来越恶化，我们建议赶快动手术。不行，不可以动手术，手术风险太大了，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走了，凯旋要谁来照顾？你说的我们都能理解，但如果不立刻动手术的话，王医生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要在还能走的日子里，教凯旋会一点什么技能。而且我跟他爸爸，打算让他开一间不用赚钱的咖啡厅。这是妈妈最后一次教你学东西了。你一定要好好学，知道吗？你打开。好，我们把咖啡都倒进去，可以吗？凯勋，把咖啡都倒进去。陈凯勋，专心，把咖啡都倒进去。好，把咖啡都倒进去，可以吗？对对，是，你都洒出来了，洒出来我们要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把地板清干净？去把地板清干净。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？万一我走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吃不饱怎么办？被别人欺负怎么办？照顾不好自己怎么办？凯勋，陈凯勋，来，服务生，服务生，你要说哟啊，来，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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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走过来啊，服务生，哟，哟，好，很好，那接下来客人要走了，要说什么？要说谢谢光临，来，妈妈现在是客人哦。那我要走了，要说什么啊？凯勋，客人要走喽。凯勋，你有在听吗？妈妈现在是客人，那我要走喽。妈，嗯，妈，你要走了吗？妈，凯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陈凯勋，凯勋，凯勋，不要妈妈走。Thank you.
开始。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